文化传统卖。公司因此在植物牛排以外研发的植物排骨。植物骨头的蛋白质的含量同牛肉干相同，民众在食用植物肉之后呢，可以或者是油炸余下的植物骨头，制成酥脆的零食。公司呢还打算给骨头啊注入味道，这样就可以用来熬汤了。首批的植物排骨8月底推出，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呢，经过顾客的反馈并且改良食谱之后，将在明年全面发售。而植物排骨的售价呢，也将会高于真正的肉类排骨。虽然植物肉产品的不断的改良，但是市场呢已经有了逐渐萎缩的迹象。像麦当劳和肯德基供应植物肉的生产商 Beyond Meat 今年第二季的净收入呢是比去年同期大跌了30%，公司股价比2019年的巅峰大跌90%。公司去年曾经裁员20%以节省营运成本。近月另一家的生产商 Meatless Farm 是在破产之后呢被收购，而其他的品牌也是纷纷减少了纯素产品的生产。高通胀压缩家庭开销，消费者转向购买价格较为便宜的真肉，导致呢替代肉市场进入了艰难时期。一家植物肉公司的全球调查发现，虽然61%的消费者呢增加食用植物类产品，但是呢有40%人正减少进食替代肉，而口味、人工添加剂和产品的加工是主导民众做出决定的三大因素。英国的《每日邮报》的专栏文章也指出，英国超市每公斤真肉的售价呢大约是5.70英镑，而 Beyond Meat 的售价呢则是17.70英镑，足足是真肉的3倍。舆论也认为说，植物肉的口感和味道呢不如真肉，不少人造肉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难以消化，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健康。一些植物性产品的所消耗的能源可能比肉类还要多，种种原因呢就令部分的消费者放弃购买植物肉。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说，植物类产品呢仍然是有市场的。目前美国所有的奶类销售当中，15%就来自替代牛奶。而德国政府的报告也指出，德国人的吃肉量呢是1989年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德国人去年每人平均吃下了52公斤的肉，比前年减少了4.2公斤。这减少的原因呢，可能同植物性饮食趋势有关。Ready for cinematic magic in October? In celebration of Singapore Film Commission's 25 years of cinematic magic, Media Corp's Lights Camera Singapore brings you the best of the best and shines a spotlight on our national pride. Cool. Featuring authentic stories that are bold and creative. Embark on a journey of discovery with our very own local films that are magical and novel. What else can I do? Catch these quality contents that are made in Singapore and rediscover these timeless films that are simply unique and vibrant. Whoa!
So lock in your schedules. Stay with the program. With lights, camera, Singapore. You can also catch them and more on VWatch. 今天为你介绍来自日本的老品牌 Iris Oyama 布料清洁机，专门为清除表面以及底层的顽固污渍所设计。只需三个动作：喷洒、吸除、清洗，就能在布料家具上发挥强大的去污威力啊！哇，哎，真的非常快速哎，不管是表面或者是底层，哎，完全这个汽水是被清洗干净的。你还在等什么呢？The National STEM Championship is back. It's all about the wonders of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24 school teams will be put to the test that will stretch their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from defying gravity. Ice cream sticks are designed and designed to help distribute the force. To uncovering the mysteries of physics. How do you make a spring oscillate? And more.Hosted by 987 DJ Sonia Chu. And of course, the all-important question will be answered. Who's going to make it to the semifinals? The National STEM Championship 2023 premieres Thursday, 12th October, 7:30 p.m. on 5. Brought to you by Science Center Singapore.
выделит свыше 2,5 миллиардов рублей. Эти средства... 俄罗斯总理秘书斯基7月出席表示，为了保持克里米亚和当地最大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旅游潜力，政府将拨款超过25亿卢布，相当于3500万新元，向3500多家企业的员工一次性发放援助金。其他支持酒店业的措施还包括降低所得税、可取消露天餐厅区域的缴费。 这笔项链呢，为本地的贝尔莫约里诺，我们是这样，希望就是这笔酒店老板在申诉自己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酒店，每个月都有贷款要偿还，当局的补助根本是杯水车薪。旅游业者得依靠夏季旅游旺季来维持整年的生活。如今游客不来了，对于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地区来说，克里米亚的前景就如同无战场一样。 杨振华，晨光地线，明天再见。
啊，唔知点样能计户口，或者点样，我今日加计户口又冇听，因为个人去用自己户口诶，随便开一个户口，阿伯帮照，阿伯又冇帮照片，点样计样，冇听下声，因为冇，伊个个露出的，唔是，那唔知啦，唔知可能一个做工有人一个。我能把药，然后我上一个传一个，唔知啦呀，管他啦，随便啦。咩个？不是咩个中啊？中人是一只唔古，唔古，哎，老大可以顾客，一个，唔知啦，你买啥打啦？其实伊比较小，好像有时好像你主要做一个咨询的个吼，伊公司伊其实 OK 的，伊个客户，啊，要伊客户给伊公司累吗？孩子见了，没说见就。怎么见？等会儿会等来，有好事再来。哎，紫米啊！之后生活就进步哦，我该冲冲彩哦，你出来我做。OK， 前面。好，5分钟了呢，拜拜。因为问题是一个，我也不白在某边做，很快 part time 一天，问题是因为屋子
唔使愛有 paste 你咩不咩愛有愛有 paste 啊我只要帶卡對門口也帶我帶我卡對門口也帶我等個水梯就說得爽了嗎等個水梯